巴西时间8月9日，一辆从巴拉纳州飞往圣保罗州的小型客机在我的后面这个民宅小区坠毁，机上的61名人员已经全部遇难，目前失事飞机的黑匣子已经找到，但失事原因还正在调查中。当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看到有小区的居民已经陆续在撤离，